昨晚，澳门跨年倒数活动在西湾湖广场举行，上万名澳门市民和各地游客在美妙的音乐与绚烂的烟花中共同迎接2024年的到来。我身后就是澳门旅游塔附近的西湾湖广场，众多的游客和民众聚集在这里参加正在举行的跨年活动，在热闹和喜庆的氛围中共同辞旧迎新。在活动现场，来自澳门和巴西的歌手及乐队联袂演出，给观众送上欢乐动听的歌声和热情洋溢的表演。在踏入2024年之际，璀璨夺目的烟花从澳门地标建筑高达338米的澳门旅游塔腾空绽放，点亮了澳门的夜空。三分钟的烟花表演里，一簇簇耀眼夺目的烟花在高空中或向花束绽放，或似瀑布倾泻，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新年的喜悦和祝福。今天我们特地从广东过来的，今天特地过来澳门这边倒数，希望我们祖国繁荣富强，希望大湾区越发展越好。咁就喺新嘅一年，咁就希望国家繁荣昌盛，澳门亦都越嚟越好，咁澳门人亦都越嚟越幸福，可以安居乐业。咁我哋祝大家新年快乐！